от хорошей до удобной машины, то ребята будут довольны. Трезвые. Спасибо Илону Маску, да он такой, ну, транспорт, да он скоро отправится, да он на СВО, на передовой, да он ребята проверят, да он потом, да он мы напишем, да он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да он, что нужно поменять, да он. А так, да он мы проверили, да он русский, да он хорошая машина, быстрая, мощная, да он удобная, да он. Поставили дом, такой аппарат там. Так что Ахмад Сила, Аллаху Акбар дом. Маск дом. Ждем гостей дом. 车臣呢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也是非常非常辛苦，也是我认为啦，算是人类近代文明史上，就是这30年、这50年来最悲惨的一个地区哦。车臣人是整个高加索地区。 最早住的人，他们在高加索地区最久，大概有6000年左右，6000年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中国号称5000年，有历史记载2000、3000、4000，所以车臣人哦，在这边住了6000年，世世代代就居住在一个很贫穷、很贫困的地方。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俄罗斯笑响车臣，也笑响很久。 所以发动一次车臣战争、二次车臣战争，观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近代化打一场仗可以死多少人？俄乌战争每一天，好、哦、有一位、有两位、有三位，好、哦，我们是一个个精算过程、精算来的、哦。第一次车臣战争，好、哦，第一次车臣战争，俄罗斯就在车臣杀了10万人，你没有听错，杀了10万人。 10万人是一个城市的规模，那是屠城啊！所以对俄罗斯来说，他们呢就是要真的把车臣吃下来。那一次车臣战争哦，俄罗斯还打输车臣哦，到二次车臣战争，俄罗斯才真的把车臣打下来了。那车臣里面呢有谁是大家有印象的呢？就是这个卡迪罗夫父子嘛，这位小卡迪罗夫，大家可能有印象。 这张照片很有趣哦，是小卡迪罗夫哦，在他的军火库拿满了这个枪的一张照片，在这边哈、哦。卡迪罗夫父子经历过2次车臣战争，巩固了在车臣的定位。老卡迪罗夫在车臣境内是有名的穆斯林学者跟游击指挥官。1999年，老卡迪罗夫倒戈投降莫斯科，普丁控制大部分的车臣。2003年，老卡迪罗夫被选为。 俄罗�80%车臣共和国总统，2007年小卡迪罗夫继承总统之位，以主权换取治权，拥护普丁。对莫斯科来说，车臣是一颗潜伏着分离主义的炸弹。若车臣大乱，分离主义必蔓延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莫斯科每年平均补贴车臣80%的公共开支，且允许小卡迪罗夫有一支约。 3万人组成的私人部队，这什么意思呢？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是车臣地区，这边是车臣地区，对不对？这边是车臣地区。那俄罗斯呢？因为一直想把车臣吃下来嘛，对不对？那怎么吃下来呢？你一定要从内部瓦解嘛，你里面要叛徒嘛，你们要鬼谷嘛。所以老卡迪罗夫其实那时候就是车臣人的鬼谷啊、哦，他跑去投靠车臣。那小卡迪罗夫呢？当然啦、啊。 老卡迪罗夫投靠了俄罗斯嘛，就协助普丁把车臣吃下来，所以老卡迪罗夫就是伯父。那既然呢有伯父，爸爸就有伯父儿子，就是小卡迪罗夫。那可是呢，小卡迪罗夫，你不要看他一点呆头呆脑的样子、哦，他的政治手腕非常的高，他等于在玩大国的平衡。他知道车臣虽然小。
车臣虽然打不赢俄罗斯，打不赢普丁，可他跟普丁谈，谈什么呢？刚有吗？我用主权换我的治权，好，我车臣就降服你，没有错，你俄罗斯就是我老大哥。可是拜托你让我在车臣当皇帝好不好？普丁说好。然后呢，小卡迪罗夫又跟普丁说，我没有钱，你可不可以资助我？普丁说为什么？你们不是治权要自己想办法？那小卡迪罗夫他玩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刚念的哈，分离主义啊。车臣潜伏着分离主义的炸弹，小卡迪罗夫就说、啊：“那不然这样，我们倒台不理你俄罗斯，那车臣分离出俄罗斯之后，那你很多地方都会想着独立哦。”哦，普丁头头痛。好了，我帮你支出八成的公共开支，所以车臣哦，老卡迪罗夫跟小卡迪罗夫副根子哦，一辈子都在玩这种大国的博弈嘛。那更有趣的事情是，2022年2月，俄罗斯不去打乌克兰嘛，对不对？打乌克兰的时候，当然跟古代的逻辑是一样。古代明朝啊、哦，还是清朝或者怎么样，打要打谁的时候，哎，你的小国家要起义来归嘛，对不对？加减出点人，一起帮老大打架哈，闹、哦、狼。哎，一侵入乌克兰之后，车臣马上高调宣称，该国70000人的安全部队为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已经自愿做好随时前往乌克兰执行特别军事任务的准备。而且呢，车臣远征所呈现的是莫斯科中央精英啊与民族共和国地方精英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啊。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我刚刚讲的嘛，老大要去打架，那你小弟当然要跟上来嘛，对不对？所以车臣跟俄罗斯就是如此微妙的关系哦。最后一点点时间来给大家看整个北高加索地区是多么的复杂。比如以卡尔梅尔来说，是明朝末年从准噶尔盆地西疆的图尔扈特布瓦纳人，属于蒙古语系，而且信仰藏传佛教。刚车臣已经跟大家讲了，有更复杂的因素。然后呢，你看、哦、奥塞提亚呢，主要为阿兰人，其语言为属于印欧语系，可以追溯到古代斯基泰语，信仰为东正教。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北高加索地区、哦、就跟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一样，也是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信仰，所以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啊。